们今天的儿童节表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演出者的热情演出，也感谢同学们的掌声，谢谢大家。徐玉婷、郑婉伦下台一鞠躬。好，我们给这两位主持人掌声鼓励一下。好了，徐玉婷、郑婉伦啊，第一次来主持我们儿童节节目，各位主持人好不好？好，来，再给他一次热烈鼓励起！好，我们今天第一阶段一二三年级儿童节的庆祝大会以及才艺表演到这边结束。那我们感谢啊，今天啊莅临的家长，我们用一次热烈鼓励来感谢后面的家长，来，一起来。好，最后我们再一次热烈鼓励，感谢今天所有上台还有领奖的小朋友，一次热烈。谢谢各位。